且兰兰最喜欢得罪人哦，因为他的专长。怎么样？大家感情都很好，好到一言不合就起凶。我会跟你同桌，对对对，让你看，对，让我谢谢。就这样，要进我们休息室吗？现在是要，现在要补习休息室，当然要。我不喜欢看到他在休息室，给我把门打开大一点。我看到有人在梳头发了，喷一下香水。啦啦队休息室是不是？我们今天就我们把主题改为突袭啦啦队休息室，没有要跳舞了。这里是啦啦队休息室，是不是？那应该会有我一个我的位置吧？对啊，都可以坐。对，都可以坐。这是谁的位置？铃铛啊？什么啊？打铃铛。但位最空，因为他通常都不会放东西在这里。为什么？他的东西都是别人的。把人带回家，再把东西带回家。铃铛赚那么多。你的手套有没有用到？这是我的手套，你的手套，没有啊，衣服，你的制服，好幸福，穿的不错嘞，没时间用到。你。先穿这样子，你可以这么大件，那我们就这么小件。那我就身材加壮硕啊！怎么样？有什么问题吗？可以啦，可以，刚刚好。穿 XS， 真的假的？那你们到底穿几号啊？啊，我知道了，穿儿童版的。你们是有定，你们是有修改它，是不是？这位头发今天很卷的小姐，其实是一个小宠物的概念，不瘦。真的耶！我的天哪！谢谢我等下会弄。我发现兰兰最喜欢得罪人哦。因为他有他的专长。怎么样？大家感情都很好，好到一言不合就起凶。对，大家感情都很好。是哦。对啊，感情超好的。而且我今天的聘是属于，然后有小鹿。哪个聘吧？没有高个体，对，你们这么四个，你可能要跟一些矮哥一起。这我很突出，我突出会很明显耶。这我突出，那我要在你们后面，我会跟你同队，对，让你看，对，让我谢谢，就这样。李毅去死！我说明白，让你看后面，让我看后面，可以，我其实 OK， 我又把你们的武松稍微练习了一下，还是想，我打不过比林夕厉害，我跟你讲，怎么会这么说？之后加了很多新舞，真的假的？真的，今天没有要跳新的啊，有啊，都新的，连我们都刚刚在休息室里。有，我刚好看到你在练。但是我不得不帮李毅说话，因为我们之前上通告遇到他真的也在练，他很认真，我在练，真的很认真。而且我在之前跟以轩一起外勤的时候，我们在练，然后我就说，以轩那个什么陈俊秀舞怎么跳？陈俊秀怎么跳？他自己被我搞混。陈俊秀是陈俊秀，你在哪？好问，等一下你们跳新的，我跳旧的，是这样吗？没有啊，怎么可能？全部没有一起跳，就跟着我们一起跳。Yeah!
厕所的时候，然后就有球迷跟曲一聊天，然后我就跟他打招呼说：“你好，辛拉队。”我说：“我知道我手脚不协调的。”谢谢你呢，谢谢，谢谢，谢谢球迷认证。到底是谁？我跳学球员舞哈，他们没有跟我说有些关于这个的部分哈，还有这个的部分，他们都没有跟我说呢哈。他队真的很辛苦，他们十项全能，他队万岁！转把七彩霓虹灯。Bad, like a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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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m. 我可以天天年年年年到永远。青春阳光欢笑。哇！对了，当初对了。陪伴我身边。没错。This is probably an elephant. Got killer back. What's wrong with me? Back. Oh, sing it. Give me your love. Hi, I'm so beautiful.Again, begin to the top count. Hey, B.